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0页，210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念老的注解看起啊。故知上知两说各有所重，上面两种说法重点不一样，乙这一段它分甲乙丙三段，我们只说了后面这两段。净法之普被守在著言与凡夫，净法是净土法门，它是普被群系，从上上根等觉菩萨到无间地狱，能够平等得度，这是所有法门里头没有的，所以他着重在凡夫，说这个经弥陀无尽的慈悲，特地为六道凡夫说的，着眼在普遍，我们凡夫有份。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则特别显持名的深妙，就是心愿持名，这个意思的深妙，不是普通人能知道，所以说彻底承担为上根，就是上上根人。这是赞叹法门的深妙。化身菩萨才知道，化身以下的菩萨声闻缘觉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佛常讲上上根八地以上，
华严将菩萨分为52个等级，最高的是佛，下面51个阶级都称菩萨。那么八地以上呢，就是最上面的第四等。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可见的居里佛陀所证的境界很接近。他们这些人了解，这个法门呢，真正不可思议。声闻缘觉对这个法门怀疑，这个怀疑我们可以能想象得到，他为什么怀疑？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行正果，都非常困难，才能向上提升一步。这个法门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往生，他说还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正德的地位跟化身菩萨平等，这他就想不通了。特别是什么呢？无逆涉恶的众生，这都是要堕阿鼻地狱的，怎么可能再遇到这个法门？真正忏悔认错，后不再做了，心愿持名，生念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之菩萨，这就叫人很难相信的。那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那真的是八地以上，绝对不是普通人。所以这个法门说微妙，八地以上菩萨他们知道，说普遍，无间地狱众生都有份。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法门很难遇到啊。你要不相信，你就看我们现前。现前全世界的佛教徒有多少？这么多佛教徒里的修大乘的人有多少？1/10都不到。大乘里头遇到净土的有多少？遇到能相信、肯、心愿持名的人有多少？你一层一层淘汰啊，到最后没几个人。这叫难信之法了，这真难信啊！能信，难信，能信。大乘教里的常说，这释迦牟尼佛常说，凡是能信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他能行。这是佛把这一桩秘密给我们揭穿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情。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掌握这一次的缘分。我们无量劫来
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有这样深厚的善根，正是跟小本弥陀经啊相应了。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善根多福德，多到什么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佛给我们说出来了，过去供养无量诸佛，才遇到遇到了能相信，能够理解，能够发愿，喜欢念这句佛号，这真不是容易事情。这两种说法合起来圆满了。所以要会通。这两个说法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实际上是圆融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盖此法门，巧辟诸根。这个辟是假辟，非常巧妙。假辟诸根就是一切众生，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弥陀要解，如要解云，欧耶大师的。说上上根不能与其困，这个困跟下面的欲都是讲范围，不能超过它的范围。下下根呢，也能够珍惜欲，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往生呐。所以这个世界有缘的众生呢，非常非常之多。一般诸佛刹土等觉菩萨不同，极乐世界等觉菩萨太多了，数不清。只能说无量无数，只能用这个来形容。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只要能行，愿意往生，肯念这句佛号，人人都有份。真想去，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放下。好像我们到外国移民，真正想移民，必须把这个地方放下，你才能去得了。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要把娑婆世界六道轮回，还要加上四圣法界，也就是我们常说六道十法界，统统放下，没有丝毫留念，那么你往生呢就没障碍了。如果有留念就有麻烦。有留念不是佛不来接引你，是你障碍佛来接引。所以真想往生，在这个世间
除了信愿念佛之外，要真正用一点功夫，把这个世间看淡。一年比一年淡薄。到真正没有留念，你就有把握了。自己就有信心，佛决定来接引你。佛来接引你，一定会提前通知你。或者是你在梦中见佛，或者在定中见佛，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你，你的缘成熟了，什么时候来接引你？通常大概都是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时候你见到了。你就很清楚自己准备后事，我们看到来佛寺这三个老人往生，特别是海鲜老和尚112岁，他这一生20岁出家念佛，念了92年。我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10次，这时间长了，92年。这么长的寿命，我认为是佛菩萨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早就应该去了。佛菩萨把他寿命延长，为什么延长？让他表法，给现在社会念佛人做个榜样。120岁，生活自理，不需要人照顾。还在农田里耕作。往生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头。拔草。种菜浇水，从早干到晚。太阳下山了，几个同修劝他，干了一天了，可以休息了。他回来一句话，快了，马上就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这是一句平常话。他就那天晚上走的，第二天看到老和尚走了，才知道老和尚话中有话，我干完了就不干了，他真走了。三个人走都是这么自在，都是这么潇洒，不需要人助念。这是我们给我们表法最重要的一种，我们自己要决定有把握，不能靠人助念，助念可能还会产生障碍，人多口杂，每个人磁场不一样，不是好事情，所以你看，人家选在晚上走，大家都睡觉了，他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
哎呀，老和尚走了。啊，三天之后，全身柔软。啊，满面笑容。佛陀给他的任务完成了，啊，随这个法门，胜凡其寿，利顿习皮，全有份的，利根顿根都有份。弥陀素超，莲池大师的，为此法门。为净舍利顿住根，悉皆度脱。这个法门就是净土念佛法门。啊，只要有缘遇到了。无尽一论当中，任何一种，啊，你遇到了，听到了，你欢喜，你能够接受，你就是净宗有缘人。啊，真正发心呢，那你就是净宗的当机人。佛这个法门就是为你。设立的啊，就是为你建的啊，真正发愿往生，这叫报佛恩呐、啊。并曰：住于法门，住于是净土以外，通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那些法门确实有高低。啊，高的下级俱分，中下根基，修那些法门，决定不能成就。啊，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要说是大臣，就是小臣，我们也没分。为什么？他要断烦恼啊！小臣出苦，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谁有本事能把他断掉？啊，小乘圣者我看到很多，断烦恼的一个没看到。可见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容易是什么？不要断烦恼。只要心愿之明，我们才有份呢。啊，要断烦恼，我们没份呢。啊，我们能够做的，把烦恼看得淡一点。这是什么呢？我们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如果烦恼很多，很严重，临命终时怕有障碍，去不成。啊，所以要放下。啊，一定要知道，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
什么都带不去。啊，要彻底放下。知道这个世界只有极乐世界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假的都应该放下。啊，真的我们要把它掌握住。极乐世界的环境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一切诸佛刹土大概都差不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出这个范围啊。啊，显现的就是一真法界，诸佛十八土，但是阿赖耶把十八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质了。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阿赖耶怎么变的？妄想分别，这个秘密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换一句话说，佛经里所说这个东西，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家在最近这20多年来发现了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把它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我们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啊，普朗克的这个人是很有名的科学家，他有一个学生爱因斯坦，啊，是他的学生。啊，那么他一生专门搞这个物质，我们中国人讲啊，皇天不负苦心人，物质的秘密被他揭穿了。啊，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们不断地分析，找最小的物质现象。80年前。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不能再分了。这20年，科学进步，啊，特别是仪器，啊，精密的仪器发明了，啊，再用这些观察，把原子秘密揭开了。原子一打开，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在不断地分原子核，再给它打开中子，打开电子，打开我才发现了更小的物质，都不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发现基本粒子几十种啊！啊，不断追根究底，啊，把它们个别打破，发现还有小的，
夸克。啊，夸克在打破的时候，又发现了微中子。这个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也是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了，再一分呢，没有了。啊，佛经上这一句话，普拉克他们做到了，把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极微意识，啊，它不能再分了，它再分就没有了，所以也叫做灵虚尘，它跟虚空啊所邻居，啊，它一分就变成虚空，这个秘密被发现，啊，所以科学家提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幻象。我们以为它有，实际上它没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击破之后看到什么呢？物质没有了，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啊，物质是什么？是念头产生的幻象。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这个幻象在高频率的速度之下了，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多高的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叫弹指，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百千年，一百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乘出来。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生命，每一个生命就是佛经上讲一个念头，每一个生命是一个念头，一弹指有32亿。生灭啊，32亿，32兆，320兆个生灭。那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年岁很大了，体力不够了，可以弹5次。有人告诉可以弹7次，我相信，如果弹7次乘7。这一秒钟乘320兆乘7，2100兆，是吧？3721，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就在眼前呐。我们毫无感觉啊，我们以为它真有啊，啊，你想想看，一秒钟2200兆次的生命，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太快了，啊，我们的六根呢，跟不上这个速度啊。啊，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许许多多这个现象，物质现象纠缠在一起，
看到好像有东西存在啊，不知道所有纠缠的这些物质现象全是假的啊，它们存在就是2100兆分之1秒，无法想象啊，这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被揭穿了，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啊，告诉我们疑心空无啊，这是最新的科学。空是控制物质，谁能控制物质？念头能控制物质。啊，这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要正，要清净，要善。啊，纯净纯善，这个念头好，所有物质现象都好。啊，如果念头不善，啊，染污的念头、恶念头，对我们整个身体会造成疾病。这细胞带着不善，不善就是我们一讲病毒。如果已经有这些细胞，懂得这个道理了。把念头换过来，不需要用医药，你所有带病毒的细胞很快恢复正常。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家就在大量收集这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啊，疑心空悟的理论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20-30年，这个理论会被所有科学家承认。啊，我们的整个地球都会产生变化，人心向善。不能有恶念的，恶念伤害自己啊，让念头纯净纯善，身体就纯净纯善，我们居住的环境，这都是物质现象，我们念头转，整个物质现象跟着我们转。这是佛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环境是随着我们念头转啊，我们的念头纯净纯善，可以叫这个环境永远不会有灾难啊，灾难全化解了。那灾难从哪来的？从不正当的念头来的。这佛经上告诉我们啊，贪心所感的水灾，嗔恚所感的火灾，地球温度上升啊，火山爆发与尘会有关系，预知赶来的是风灾啊。我们看到信息报道啊，美洲有严重的龙卷风风灾，损失很大啊，傲慢感得的是地震，愚痴所感的是山崩地陷啊，大地突然陷下去啊，山会倒下来
看到佛告诉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怀疑啊，怀疑会造成山崩地陷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贪嗔痴慢疑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造成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啊，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以为这是天灾。啊，其实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哪里会有灾难？啊，灾难是我们不善的意念、不善的行为所造成的。啊，把这些行为统统改掉，我们就能恢复身心健康，我们居住地方不愁不受灾难。啊，科学发现跟佛经上所讲的相应的。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现象，物质现象，包括精神现象，还包括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啊，科学家今天的成就，佛经里头也有记载。啊，《大乘经》里面有说，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想象啊，分别想象啊，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大啊，它能够对外能够圆到虚空的边际，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业相，科学名词叫能量啊，转向，科学的名词叫信息，境界相，科学家叫物质啊，这三样东西都会被发现，这第六意识啊，在他所缘范围之内，他就是缘不到自信啊，明心自信他永远做不到啊。佛怎么会知道这个这些秘密？佛不用科学，佛不需要仪器，佛用的是禅定。在很深度的禅定里面，空间维持，时间都不存在了啊！你能看到宇宙的形成，整个宇宙形成就像刚才所说的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里头产生的，没有秘密。佛说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佛用的是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之后，全都知道了。我细心看海贤法师的碟片，
我前后看了有30遍，我能体会到他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他的善根福德是一般人所不及啊，善根最明显的是老实、听话、诚恳啊，这样的人他念佛不是用妄心的，他用的是真诚心、亲近心、恭敬心，那这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诚敬啊。印祖常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就得十分利益。那这样一个人啊，天性就是真诚恭敬啊，他用这个心来念佛啊，老师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教。你看他的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我们从他的老师真感啊，真诚恭敬，这一句佛念多久得功夫成品？不出3年呢。那么换句话是，他20岁开始，到22、23岁的时候，功夫成片他达到了啊，得到功夫成片心就清净了，杂念妄想少了啊，偶尔有少了。那么再3年，杂念就没了，妄想也没了啊，那是什么？事一心不乱。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得到了啊，得到清净，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你只想往生，佛就来接你。所以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要求他的，叫他表法，给末法时期我们这个时代念佛修净土的人做榜样啊，是大幅度的延长啊，他的寿命应该在70、80岁，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他母亲往生的时候86岁。那么再3年得到事业心，再3年他就得理业心。理业心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啊，跟六祖慧能同一个阶层啊。多大年岁呢？我估计40左右，他就大彻大悟了，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我听到有人问他，他说了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简单的，
什么都知道，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可以说什么都知道。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是问他，他全了解，他都会教你。啊，外表上是个非常老实、守本分的农夫。啊，他虽然出家，他耕种。小庙，农村里头的，只有四个人住。啊，非常简陋。啊，一生没离开小庙。啊，小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生活全凭自己耕种，啊，庙里头有几亩田，够了。但是他有体力，他又非常勤快，啊，日夜不休息，啊，开荒，外面的山地没主的，啊，开辟，一共开了100多亩。收成可观了，啊，收的粮食、蔬菜、水果，啊，供养周边所有的穷平民，他照顾，受他照顾的、受他恩惠的，成千上万的人，这才不是。啊，当地这个地方修桥补路他都干，啊，有这些工程他就去做义工，啊，建筑替人家盖房子，啊，找到他，啊，他们又不喜欢的，啊，而且他很内行，所以那是大菩萨，不是普通人。啊，112岁，看起来像60岁的人。啊，还上书。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那么这些都是遇到念佛法门，一生圆满成就啊！啊，苏超底下病人。助于法门，高知则下其学分，卑知呢则不披上根，是以华严入盲，荧光正解。啊，华严是大经，是度上上根人。度化身大师，没有见性的人读华严就是入盲啊。啊，他的光太强了，萤火虫在这个光下了显不出来了。啊，萤火虫要在黑夜才显出他的光，华严像太阳一样。说我以此一法
上下兼收。啊，华严经上上上根人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少啊。啊，上下同受，可谓万病愈于阿且。阿且陀药，古印度啊，这种药什么病都治。啊，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啊，所以是一切病遇到阿且陀药都能治好。千奇沉郁巨也，这两个都是比喻。奇是器皿，千是指多。啊，都在这个野炉里头成就的。又这底下的话还是莲池大师苏超里头的。但持佛名，必生彼国。则或高或下，或甚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这是净土法门，不可思议。啊，只要你念这句佛号，下面这句话非常肯定，你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不一定是这一生。你听到这句佛号，或者自己念一声佛号，或者看到阿弥陀佛形象，啊，你知道这是叫阿弥陀佛，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下种子了。这个种子，无论经历多长的时间，将来再遇到缘，它就起作用。所以大乘佛法里头跟净土有缘的人太多了。啊，下面说或高或下了，总说高是上上根人，下是下下根人，或深或凡。啊，深修行正果的人，凡是六道凡夫，乃至或者你相信，或者你怀疑，都没关系。信也好，疑也好，只要你心里头落了阿弥陀佛这个印象，这叫阿赖耶里头有种子了。甚至你赞叹，或者是你回报，啊，回报也有缘的，因为你知道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已经在阿赖耶识变成种子了，啊，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啊，这一句话做了总结了，啊，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种了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这个缘就起作用。至于当时，啊，
当时讲我们先前，现在若问何人真实当机啊，我们先前在这个世界这些人哪一种人是当机，啊，这一生呢能往生极乐世界，这叫当机。啊，下面的解答，不问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粗习，俗根利钝，善恶差别，都不分。这都无所谓，只要啊于此法门，这下面也重要了。啊，对于净土法门，能生实心，你真相信他，你对他没有怀疑。啊，所以这真信比什么要紧。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他说：“你看，历代多少名人在历史上留名，多少大德。”他们都相信，都发愿，都往生了。我们为什么不信？啊，看到这些榜样啊，应该生起信心。啊，纵然如果他不是真的，那些人都上当，都受骗了。我们被他骗一次也不妨啊。李老师这样劝我。啊，我相信。感谢老师劝勉。但是我还不想往生。啊，对净土经典呢还没有产生兴趣，啊，心目当中都是大经大论，啊，那个时候我学华严，实在讲，在华严的幕后，真相现了，啊，为什么文殊普贤？这是华严的三圣之二啊，华严三圣毗卢遮那文殊普贤啊，代表华严的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我相信了，看到这个经文相信，不再怀疑。啊，如果没有看到《华严经》是这么说，疑没断。啊，我总是我在那个时候不回谤了，读过印光大师文钞，看过《弥陀经》的三大著，要解疏钞。圆中钞，啊，对净土赞叹，啊，但是自己对这个大乘经教很向往，不知道这是大乘经教的精华。
老师那个时候教我，没有像我这样讲的这么详细，要像我这现在讲的这么透彻的话，我早就相信了。啊，经教要不能欺辱，没有真正通达这种难信之法，怎么教人？那么我信了之后，尤其是晚年专修专弘啊，这个对于许许多多同学增长意义。啊，我从华严，从法华，啊，从法相，啊，从信中回到净土啊。那些大家大们不是不知道啊，都曾经涉猎了，最后选的这一门，很多人相信了。啊，不再去走弯路了。我学佛65年，啊，30多年才回头啊。最近10年的时间，就专门就在这部经上，对这部经非常欢喜。啊，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应心发愿。啊，信了之后，一定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从愿起心，心就是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呢，正是当机。这样的人个个往生的，一个都不漏啊。啊，要把自己日常琐碎的事情打发得干干净净，啊，不再操心，不再牵挂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啊，我来到世间干什么？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放下不行，不放下那是障碍。啊，所有障碍统统放下。啊，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欧耶大师解释的。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决定生净土。啊，这个一段所辟根基，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是概要第6段，藏教所示。我们看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啊，211页倒数3行，凡体究经典，体是体会，
就是研究啊，也就通常讲研究经典，以先知此经属于何藏。设在何时？判书何教？啊，这都是祖师研究经教用的一些规矩。啊，很有系统，有次第的给我们介绍，让初学的人感到很方便，这有助于理解全经。啊，那下面告诉我们，夫一代圣教之判分，诸家有异。自古以来，讲经弘教的这些大师啊，他们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啊，志趣也不一样。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内容太丰富了，好比一个完整的大学，里面什么科系都有啊，绝对不是一个人通通能学的，我们只能在这么多当中选择几门啊，好像念大学不能把所有科系都念完，只能选择一两个科系啊。佛法也如是啊，他这些经教越分越细细心去观察佛所讲的这一切经教包括今天全世界大学里头所有的科系，而所有大学里头的内容不能包括佛法，佛法全部能包括它海贤和尚这句话说的，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里头味道很深啊，什么都没有学过，什么都知道。这里头有深明啊，不是秘密，深明太深了啊。换一句话说，上中下根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上上根人，佛法没有秘密啊，是你的智慧功夫达不到啊，这功夫叫定力达不到，你不知道啊。啊，佛法教学自古以来多少大德不认识此像慧能那种人不少啊，慧能出名怎么出名？因嫉妒而出名。他要不是被人嫉妒的话，谁知道啊？
个人缘不一样啊，他必须避免这个嫉妒障碍到猎人队里头多藏了15年。15年大家对这桩事情淡化了啊，大概嫉妒障碍人也有不少都不在了，他出现了啊，出现了巧合，遇到印宗法师啊，印宗法师也不是普通人啊，应该像舞台表演，能大师唱主角，他来唱配角的啊，这台戏才演得出，演得好啊。啊，印宗当时在岭南，现在广东这一带，大法师没有人不知道啊，将近教学啊，慧能知道时节因缘到了，离开猎人队到现在的广州广孝寺啊，印宗正在讲涅槃经，他坐在最后一排啊，听到有两个出家人不好好听经，起妄想，看到外面风吹到这外面旗杆上的帆，一个人说你看风动，那个人说不是风动是帆动，两个人吵得谁都不肯服输啊，慧能大师看到两个人相争不下，告诉他，仁者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把两个人说服了啊。印宗这一堂课讲完了下台之后，看到这几个人后头说话，问他讲什么，哦，这一问的时候，印宗很聪明，就问，听说第六代祖慧能啊隐居了多少年不知道在哪里，他就问是不是你，能大师就答应是，请衣钵出来我们大家看看，这衣钵打开去证明啊，慧能出家，印宗法师给他剃度，所以印宗是能大师的剃度师，剃度完了之后，印宗拜他为师父，传法师，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啊，互为师徒，是传法。慧能是师父，他是法子，那剃度呢，印宗是剃度师，他是徒弟啊，真不容易啊。能大师在当时教诲大众，在他麾下明心见性，达到他相同的境界40多个人啊，在过去都是单传，就传一个，到他这个地方禅宗
真正兴旺起来。啊，往后再没有这个盛况了。六祖以后有法师成就大概两三个、四五个，再就没有了。啊，没有像他说会下的时候四十多个。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我们中国祖师建立的宗派华严啊，显首宗、法华天台宗啊，净土这都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啊，从印度传过来的法相唯识玄奘大师传来的啊，玄奘的学生窥基在中国是法相宗的第一代祖师啊，信宗是印度传过来的，禅宗也是大摩传过来的啊，所以在教下判教的一些大德很多啊，可是最著名的，也就是判的最好、最方便的啊，大家都认同的，无过于天台跟华严啊，天台的无教舍门开启啊，华严呢啊，先手的。天台智者大师的四教藏通别圆无重玄义啊，非常受后代讲经教学法师所遵循的那么这底下给我们说啊，藏有三藏，有二藏，识呢有五识。教呢有四教，有五教。啊，凡是经者，虚心判明。那经本经，我们无量寿经。在三藏当中它属于经藏，在二藏当中属于菩萨藏，三藏是经律论，现在的大藏经是这样分法啊，就是分为三部分啊，二藏是外国传进来，菩就是大乘跟小乘，菩萨藏跟声闻藏啊，那么二藏里面这部经是菩萨藏，是大乘，不是小乘。五识当中主要是方等啊，实际上后头我们会学到他五十多通，二教里面属于顿教，四教里面五教里面都属于圆教啊，我们再看底下为我们细数啊，首先呢讲三藏啊，我们看
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第四行，解三藏藏者，大乘一章云，包含蕴集叫做藏，经典能包含蕴集文义啊，经文文里头有义，有义理啊，称它为藏啊。那么三藏，第一个是经，梵语修多罗，此云七经。我们通常省略，把七字省掉了，就成经啊。其上七诸佛所证之理，下七众生可度之机啊，它这是经典在产生作用，理论正确，不违背真理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啊。同时呢，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下根人说得太深了，他听不懂；上根人说得浅了，他不满意啊。所以一定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这个教学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它跟学校不一样。学校学生程度是整齐的，所以好教。佛讲经，听众是四面八方来的，有程度很高的，有很低的。啊，佛有本事，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每个人都听得欢喜，每个人都听懂啊。深的人听得讲很深，浅的人听说很浅，这是本事，这一般人做不到啊。啊，什么人能做到呢？开悟的人就能做到啊。那换一句话说，古时候讲经，给经做注解，这个注解能流传到后世，到现在还被人尊敬，什么原因？他开悟了啊。他要不开悟说不出来，他要不开悟写不出来，他写的东西流传到现在。你看深程度人看得有味道，他看得深，浅程度也有味道啊，他不寂寞，他能看得懂，妙在此地啊。啊，中国文学名著四大小说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小说能摄说人，可以让人看几遍，顶多十遍，让你看十遍之后再不想看啊，那就很难得了，能以叫你看十遍啊，这一部佛经真的，你从开始学习到你活到一百岁老死还津津有味，还天天不断，这个摄受力量多强大啊。为什么越看越有味？遍遍不一样，活的啊！祖师当年讲经讲活了，用文字来写写活了。
啊，为什么？他们真正懂得自信，自信无有啊。从自信流出来的，就是无有。起作用呢，一切法都在里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佛四十九年无说，无所不说，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啊，所以佛慈悲，佛法传给你，不是有言有说的，有言有说是有尽的，是有局限的。那不算慈悲。佛传给我们的是无言无说的无量寿经，那是什么？是自信的无量寿经。这个东西可以把自信无量寿经引发出来，哎，让我们自信无量寿经跟这个经本融合成一体，妙了。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全世界没有啊，没有第二个人啊。佛传到中国，中国人很聪明啊，儒接受了，就是戒定慧；道也接受啊，汤恩比过去有赞叹，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法，印度，中国人能接受，中国人喜欢学习，而佛法大幅度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那我们用大乘理论方法来讲四书五经，它真有味道啊！啊，可以把四书五经讲得像《华严经》一样的精彩。意境不一样啊！啊，所以经论里头的意趣无有穷尽，不要说一辈子学不完，生生世世都学不完。为什么？自信是没有边际的，自信没有限量。啊，到明心见性就明白了，没有限量。啊，自己的心清净平等处，里头没有一念，啊，没有一个念头，更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能解一切法，能说一切法，能修一切法，啊。那么金藏这七经，第二呢，六藏叫毗勒耶，
啊，翻成条幅。第三呢，论藏，啊，梵语，阿毗达摩，翻成中国意思是对治。啊，本经在经律论三藏中说经藏。啊，那么二藏就是声闻菩萨。知多论语，虽具求一解脱门，而有啊自利利人之意，故有大小乘之别。啊，世尊当年在世，求解脱是共同的目标。啊，解是解除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这是学佛的人共同追求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人自利，完全是顾自己，没有顾及到别人。有些人心地慈悲，他顾及到别人，所以大小乘之分，小乘顾自己，大乘是顾众生。为是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了，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就叫声闻藏跟菩萨藏。啊，甚教虽众，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的很多，不出于这两大类。啊，这个是有个挂号，圆觉包括在声闻里头。所以只有二藏，啊，没有说三藏，啊，就是声闻藏与菩萨藏。净严书里头说，龙树云，龙树菩萨，佛灭度后七百年，出现在印度。啊，龙树菩萨说，佛灭后灭度后，迦舍阿难在王舍城集结法藏，这是声闻藏。啊，也就是小乘法。文殊阿难于铁围山集摩诃言为菩萨藏。啊，今是阿难佛讲出来的。阿难在佛的弟子当中记忆力最好，我们中国人讲一闻千悟，他有这个能力。啊，听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能够原原本本把它宣示出来。所以集结经藏的时候，他变成主要的一个人。啊，那么在小乘集结小乘也是他说出来。啊，迦舍尊者跟五百阿罗汉为他作证。啊，五百阿罗汉大迦舍尊者在听，
没有一个反对，这才把阿难所说的写出来，变成经本。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提出意见，说这个我不清楚，我没听说过，就得删掉。所以把关非常之严。小乘阶级文殊阿难在铁围山，这是大乘的阶级，文殊菩萨与化身大师给他做证明。像华严这一会是释迦在定中所说的，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凡是参加这个法会的全是化身大师。那么阿难是化身菩萨示现，他不是真正的阿罗汉。真正阿罗汉他就入不了大乘。下面念老又给我们举例，说地持经上也说有这个经文，佛为声闻，菩萨行出苦道，说修多罗。那么这是先把说法的目的说出来了。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只有一个目的，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没有别的，就为这个。什么是苦？六道轮回苦。设法界虽好一点，不究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佛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为。完全是看到众生苦啊，他来帮助你离苦得乐。所有一些方法都是为这一个目标。身给我们做榜样，他把他所说的统统做出来了。像海贤老和尚112岁，我看他的观点，他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都做到了。那个光碟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生活化。他生活非常简朴，贫穷，他活得多快乐，活得多幸福，活得多么圆满，天天欢喜，叫法喜充满，
常生欢喜心。啊，许许多多人学无量寿经，是在经本上，是在口头上，没有变成生活，没有变成工作，没有变成处世待人接物。老和尚全给我们表演到了。啊，所以我说这个光体是我们无量寿经的总结，要把它当作经来读。那它的光碟50多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啊，一天看3遍，看一年，就3000遍。3000遍，你要是有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看，你就成就了。你再回头来看无量寿经，字字句句就放光了。啊，然后你对老和尚佩服五体投地。啊，被下联句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也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受用啊，一年时间。啊，每天这3个小时。一年别中断。啊，一年之后超凡入圣啊。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阿难，你看集结声闻藏的时候他参加，集结菩萨藏的时候他也参加。啊，集结声闻藏没问题，集结菩萨藏这化身大事。啊，那么阿难的本地我们就明白了。啊，在世尊法会里头，他示现的身份是出国声闻。啊，实际上他是化身大士再来的。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9缘界就成佛了，这一次是来表演的，不是真的8相成道。8相成道是做给我们看，鼓励我们的。你看，我也是个凡夫，那一生能成佛成就，你们也能成就，是表这个意思。啊，下面说，以说声闻所行，这叫声闻藏；说菩萨行的，这叫菩萨藏。今本经中广言大乘。啊，这部经说的完全说大乘。详乘，乘是成熟，幸运往生。殊胜因果，见佛国土一真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故为菩萨真身。啊，说明这部经的内容。
八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我们啊，极乐世界缘起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出现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出家修道，看到众生苦，悲心发出来，啊，他向他的老师自在王如来啊陈述自己有这么个愿望，希望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六道众生，六道是最苦的啊，帮助他们都能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一句很重要，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用什么方法啊，诸佛如来都没想到啊，被他想到啊，老师没教他，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老师只教他有一个方法，你到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像现在讲的考察啊，去观察，取长识短啊，每一个佛国度都有它的优点也有缺点啊，取人之长识人之短，提供你参考资料，你再建一个佛国度就能满你的愿，这非常合乎逻辑。那么换句话说，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他用了五界的时间啊，做了总结，总结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就是他参访总结的报告啊。那么极乐世界成就之后，跟四十八愿完全相应，通通落实了，殊胜因果啊，清净的佛国土。阿弥陀佛无边愿海就是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啊，道就是理论跟方法啊，所以这一部经是全部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个大小乘经典里头，咱们讲群书之要嘛，叫之要，精华的精华了啊！特别是今天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就表这个法啊，所以他必须要活到112岁啊，这个问题登上台面了，他来表法给大家做证明，真的不是假的，表完他走了我们有幸呢啊，遇到汇集本，遇到黄念祖的
极住，他这个注解也是集大成，里面用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经是汇集，注解也是汇集，确实能度世尊往后9000年的末法众生。所以佛找海鲜来表法，慈悲到基础。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